兵线红四方应该是慢慢推过来，对，还行。从罗伊上被刷了动手，但是抱着自己的血量不好呀。姐姐也在旁边想瞄准 Forge， 两边大家都在，没什么机会。嗯，兵线是蓝色方朝对方去推的，所以姐姐也赶紧过来帮助去吃一下。哇，两边的辅助也是同时到场， Mako 先被减速，自己的位置是比较靠前的，但是蓝色方对他也没有太多的想法，就挺赚的。嗯，这波打发条闪现下波，等下一个永恩大刀就有机会杀。是，而这里 Viper 仗着自己的红白刀打得非常的生猛，这里睡住想去找杰杰的麻烦，把他一个大招反拉两个，掩护着杰杰逃跑，自己反倒是收掉了莉莉亚。这怎么打起来了？突然就想去杀杰杰，但是这就是乌迪尔这个英雄的特别，跑得太快了。有闪现 Forge 还不交吗？两个人同时交闪没有问题。看这波连捅连得到吗？很极限，这个距离三连捅，连的距离。哈罗来了，有没有机会？没有大招的莉莉亚感觉有点难留啊。是啊，卡扎先飞上来，刘备套了个虚弱，厄运中摆一下，还打一下普攻，最后是一个 W 被哈罗给收掉。落地的弗兰朵，你看立刻被套了一手虚弱，自己稍微有一点点被放风筝了，橘子解一下，但是不行，还是被留在原地，被永恩所躲掉。还有莉莉亚闪现接大招，一睡睡三个，看看后续怎么去接。哎呦，似乎感觉不太好接，太近防，退后到后很后面了，没有机会。嗯，船长大招马上好，如果有大招的情况下，有可能会避免这个月塔。憋不了，站了很久啊。嗯。船长有炸没踢，这个位置看一下 scout 来不来得及，隔墙放个球，大招只扭到一个辅助，船长再接个大招，伤害不是很够，想过来逞，我的天，他走过来把龙给逞到了，顺势还想留住这个人，这 AOE 拿得太满了。萨拉芬奇唱了个歌，魅惑了一下野区，想尝试争夺一下，就是两边的打野的碰撞，大招被射动拉回，一个魅惑，魅惑过来两个人，这把萨拉芬奇开得很好，两个人状态并不是很好， Viper 是全身而退，有一个红白刀的厄斐琉斯就地输出，但是也得反过来交一手闪现，永恩交波闪现，再一个反过来一回去。对，再看一下这个回放，杰杰在打这个河蟹，这边哈罗给逮住了，这个大刀留住，再杀了分一个大刀大两个，伤害接的也是非常的好，而且 Fanny 这波操作很细节，他飞进去再一个闪现躲发条大招，吃几个果子，一口美味，状态到位。喝了几口莫斯利安，但是龙 EDG 已经先行去动了，想进了这波。看一下纳尔这一拍被勾住了，直接被定住，开得非常非常的尴尬，大招都没有放出来。永恩这个大招倒是不错，直指 Viper， 但是 Viper 一丝线没秒掉，反倒是船长给他一个枪火特慢，将其带走。接到战争没战场，到人群当中，一丝也是成功拉开，双方进行了一波拉锯战，又躲过了个莉莉亚的一个球。双方成功的拉开，但是 EDG 在拉开之前已经把小龙给拿下，把这个大招打回来一个 Fatty 刷了一手护盾，但是最后一下普攻还是将其带走， Scout 大杀特杀，这个也没办法。而在 EDG 的野区， RW 甚至还有点点贪心，也不太好带了。看这波回放，纳尔跳进去的瞬间就被勾住，然后再接一个摆，再接一个罪名，罪名结束的时候自己已经死了。是，哇，这个虚弱也是相当相当关键了，否则的话有人可能落地就直接秒掉 Viper 的。而且这波杰杰进去熊形态，三个人一人拍一下然后残血跑出来，感觉乌迪尔这个英雄就很逗，是，特别是他这个皮肤熊的力量。这个位置说 RW 要硬冲的话，最少被发条大两个，船长直接用大招去保队友去拿小龙了，拿不了了，聪明的选择。萨拉芬奇大招也没大到人，乌迪尔直接开启疾跑形态，他先拍 Zeph 再拍一手辅助，辅助已经率先被秒了一个缝隙了，直接将其收掉。这个乌迪尔在战场当中横冲直撞，右肩锤起一手钩子，多了一个大纳尔，把这个大招反拉两个人，以及直接一波团战爆炸的输出。 Fatty 进化解掉了虚弱，但是自己没有办法收掉任何一个人。原本几个点位我们会觉得 EDG 哎都是几个发育的点，但是其实然后中野 EDG 发育的也很好，船长上面又是个无压力发育，这波团战船长直接落一个大招，你看 RW 所有人都过不来，过不来啊。拿到水龙魂的杰杰又是一人一下，人人有分，他甚至一边拍还能一边秒一个，这种团战确实没有办法打。
就已经打不死人了，伤害不够。刚好纳尔要变大了，我们 W 先拍空。这里永恩想去突后排，大招长青区给中单，有金身啊！穿上一个大招扑的位置，刚好可以保障赵的这个金身不会被压起身。纳尔被五个人所围堵，二比零四，上去人头拿下。虽然说只是阵亡一手纳尔，但是对于 RW 来说，正面已经再无战力，应该可以一波了，是吧 ？RW 把自己的大招都放完了 ，Betty 还被杰杰给盯上了，他身上带了一手发条的球，把他大招拉到过后，有五点给他最后一击，闪现去留人的 Scott。一个钩子勾到泉水里的 Boggy 想杀，或者交出一个闪现，反倒是冲拳的姐姐给杀掉了。是，那我们要恭喜 EDG 在这场对阵 RW 的 BO3 第一场1-0暂时领先 RW， 恭喜 EDG。